曾某有一言相见，大当家和二当家的喜结连理之后，退居江湖，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好日子，曾爷，好主意。你还有什么高见？把张大帅留下的宝藏。 交给国君。曾爷，看来是早有谋算呐。兄弟们，意下如何？听从爷了。曾爷高见。 爷要是不从呢？那就再敬丹爷一杯。 宝藏钥匙，放下！停！够了，我叫。 给我打！小子竟然跟你们共党是一伙的！兄弟们，按计划行动。下去。